你可以了，教练。下一位。啊。快点啊！教练你好。哎，你不是那个骑电瓶车送快递的那个吗？你怎么来学车了？我骑电瓶车送，老板嫌我慢。 他就让我考个驾照，然后配辆车，让我开。哦，行，好，发车。哎，找找找，你找什么呀？你这车怎么没离合呢？离什么合呀？这自动挡的车，你傻呀你？你不知道你自己报的自动挡的班呢？给油，走人啊！ 安全带都没系，你就给油，先系安全带再给油，我不怕死啊你！啊，对对对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哎哎哎哎，你往哪插呀？你插我的，我插哪儿啊？你插的我的洞里了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教练，给油，走了。手刹还没放呢，你就给油。 这车能动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先放手刹再给油。哎，真是服了你。我顶你个肺呀！抽烟？谁让你抽烟的？啊？学车呢？你抽烟？这车里能抽烟吗？去，看什么看？赶紧开车啊！你说，你以前干嘛的呀？ 我以前没干嘛，刚放出来的。刚放出来？你看你，我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。怎么进去的？5年前，我第一次学车的时候，教练脾气不太好，我气不过，就用力一踩油门。 车撞树上，把教练给撞死了。这个事儿，不，这个事儿是这样的，来，先抽个烟。那个，裁判长一会儿就轻轻踩油门，手刹一放，安全带来，咱们点着烟看啊，完了之后就往前走就 OK 了。 搞笑视频，请关注天天都是。嗯，不错，给你个糖。下次又给2颗。啊，好好好。